接下来是庄丽先生，谢谢。下一位是张明慧候选人。各位现场的观众大家好，因为是我们现在的龚镇长是一号，潘月霞也是二号，而我是有一也有二，十二号。而我这一次出来参选镇民代表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让我们玉里镇的观光发展越来越好。我不只会监督，也会理性政务。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等一下看几秒，哦，40秒还可以哈，因为是我曾经在那个花莲县政府服务过的经验，也有在那个玉里镇公所建设科服务过。我对于一些公共工程的东西，我非常了解。我不只会提案，我也会写计划案。我会让全部的镇民参与政治，你们想要什么，我就写出什么。我会正式的交到玉里镇民代表会帮你们执行，也希望未来的镇长可以多多帮忙，让我们玉里越来越好。哦，还可以。然后是我这一次最主要的竞选口号，是我庄丽出来一定会我们玉里值得更好。我希望大家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好，谢谢。